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高手一招，快速提高。也门的货币分为里雅尔和菲尔，一里雅尔等于100菲尔，当前的汇率为10000里雅尔等于39美元。硬币的背面均为面值、年份和银行名称。一里雅尔的正面为果灰，20和50的正面为大树。纸币50里雅尔的正面是古代哈拉姆国王马里凯尔的青铜雕像，背面是哈德拉毛西巴姆斯图案。100的正面是雪花石膏雕塑图案，背面是亚丁湖涵洞。200的正面为雪花石膏雕塑图案，背面是穆卡拉图案。新版100的正面是索科特拉岛龙血树图案，背面是农业梯田图案。新版200的正面为和台达省扎比德堡垒图案，背面为马赫拉省豪夫图案。250的正面为沙诺的沙利赫清真寺图案，背面为霍尔木卡拉图案。1997年版的500正面是沙那中央银行大楼图案，背面为马里卜的比尔吉斯女王的王座图案。2007版500的正面为高尔奥哈兹岩石宫图案，背面为塔里木穆赫哈尔清真寺图案。2017版500的正面为塔里木穆赫哈尔清真寺图案，背面为达尔哈杰尔图案。1000的正面为哈德拉毛的苏丹宫殿图案，背面为沙那的一道拱门图案。另一版1000的正面为哈德拉毛塞云宫图案，背面为沙那巴布亚曼图案。